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。因为重感冒的关系，所以我的声音暂时都会呈现这种非常奇怪的声音。有在 follow 我粉丝专页的人，应该就会知道我上礼拜重感冒的事情。那今天要来讲的呢，是关于智能家居。智能家居现在已经在国外非常的流行了，台湾其实还没有说非常盛行，所以我们常可以看到人家可能可以用声音就可以控制电灯，或者是冷气或电视，也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 等等的方式去做控制。那我希望我这边也能有这样的环境，尤其是我这边其实特别的需要，因为我的大门一进来啊，大门的旁边有个开关，那个开关控制的是大门正上方的那个小灯，所以变成说，如果我要开卧室的灯，就是房间里面的灯的话，我必须要先开小灯，然后走到里面把大灯打开，然后再回到门口把小灯关掉。要出门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如果直接关掉大灯就会一片黑，所以我必须要先到门口打开小灯，然后再回到房间里面关掉大灯之后呢，再出去才有办法把小灯给关掉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。那我希望未来我可以进到房间里面，可能就透过比如说 Google 或者是小米的音箱等等，小爱同学让他们来帮我开灯等等。那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呢，有几个方法。以电灯来讲的话，最好的方法是在原本的开关上面加上一个智能开关，或者直接把原本的开关换成智能开关，那就可以由这个开关去控制原本的电灯。这样的话，我的灯泡啊什么的就不用换。不过这个就必须牵扯到线路的部分。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使用智能灯泡。智能灯泡的话，它可以直接锁在那个我的灯座上面，因为它是无盏省电灯泡，都是127的那种螺旋的省电灯泡，所以它可以直接锁上去。但是就有个问题了，因为有五盏嘛，那智能灯泡非常的贵哦，所以五盏买下来就还蛮贵的，那个预算有一点超乎我的想象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呢，我现在用省电灯泡的亮度我都觉得好像有点不是那么亮了。那智能灯泡我目前看了一下，亮度大部分在600瓦左右，不是600瓦，600流明左右。那因为600流明它大概只有我目前省电灯泡的一半再少一点点，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如果我这个亮度再降一半，那个房间到底会有多暗。所以最后我决定的方法是使用智能开关。智能开关的部分，我后来上网去买了柏联的智能开关。那原因有两个，第一个呢是它的大小，就是开关面板的大小跟我们台湾常用的规格是一样。那也如果有看过小米的或者是大陆一些其他厂家，它可能是比较窄的，那变成就会比较丑，或者是你就要买一个转接盒，那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美观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呢，这一间它这个我买的这个是可以单纯接火线，它不需要接所谓的零线。那这个东西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呢，就是你要找师傅来帮你施工，不然你自己施工会很危险。那基本上单纯接火线的会比较好施工，因为我们比较老旧的建筑物里面，它的零线基本上可能不会让你看到，所以你只会看到火线跟开关线。所以呢，你要买一个单纯接火线，不然如果你买的需要接零线的话，你就必须要找水电师傅再来牵零线，那整个费用上就会高非常多，所以单火线的这种是比较好的。但是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它的承载的电量比较没有办法承载到那么大。那因为我接的不是插座，不是要做智能插座，而是一个灯的智能开关而已，所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的是单开关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它这个应该是感应式的，就是没有实体按键。然后拿出来看一下，对，后面就是长这样子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要把火线跟这个开关线，就是灯的开关线，把它接上去。那接上去之后呢，再整个装上去，这样就可以使用，所以算是非常容易简单的。那你如果没有自己判断哪一条是火线，哪一条是开关线，
哦，甚至你的里面可能有多条线路，因为每一栋房子它开关的设计在一开始装潢的时候就不太一样，哦，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不懂，就找专业的来帮你处理，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点。那装了这个开关之后啊，它其实还不能够就是用讲的去操控，它还需要其他东西。因为柏联的话，它这个用的我们说的频率射频，它不是走 WiFi， 所以我们会需要另外一个设备来帮它做转换。那如果你想要用语音的话，可能就还要搭配小爱同学，或者是 Google Home， Google 助理，才有办法去用语音进行这个操控。啊，不过呢，如果要连 APP 操控的话，就是它，然后再搭配他们公司出的另外一款产品，就可以去使用。好，那反正呢，我会做一连串的智能家居的影片嘛，那就从电灯开始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先来安装这个智能灯，智能插座，不是插座，智能开关。如果你是自己施工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先把电灯的电源给关掉，不然等一下触电就不得了了。好，我刚刚已经把开关先断电了，那这个就是我灯的开关。这个地方啊，红色的一般来讲会是火线，白色的一般来讲是开关线，哦，所以正常来讲只会看到这两条。那如果说你这里是两个开关或三个开关的，可能就或两个插座的，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，哦。那反正如果你不懂的话，就找专业的。那一般来讲，红色是火线嘛，但是有的师傅他一开始牵线的时候可能没有照这个标准，所以我自己是有用测电笔再确认过一次，哦，确定真的这条是火线这样。那这个开关它的这个设计也非常简单，哦，就是 L 接火线，然后这边是做 L2 嘛，这边接它的开关线，插进去锁起来，基本上就可以装好了，所以难度上来讲是不高的，就是只要不要牵扯到零线就都很方便。好，那我现在先把它给换起来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把它锁上去了，但是因为这个电线有金属的部分有外露嘛，所以我打算就是用绝缘胶带把它封起来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好，另外我还有用胶带把这两个再把它隔开来，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。那因为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没有做那个罩子，所以这个东西只能够直接塞进去，它本来这个也是直接塞进去，然后就两边用螺丝锁起来而已，所以这个我们就直接把它整个推进去就好了，像这样把它卡着。好，于是呢这个开关就卡在这边了。好，那接着呢我们打开电源来看看到底能不能使用它吧。好，紧张的一刻要来了，到底能不能用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嘿呀，灯亮了，亮了亮了，对，表示呢安装成功。那灯亮的话这边就是会有亮灯，然后如果关掉的话这里就是熄掉，它就不会亮这样子，所以真是太好了，把这边的部分安装完了，那这就是我们智能家居的第一步了。好，安装完智能开关之后就是我们智能家居的第一步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处理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可以让那个智能开关跟它有沟通，或者他们之间有一个共通的语言可以沟通，这个东西又可以同时在跟 WiFi 沟通，然后还可以使用红外线，所以有了它再加上智能开关，我就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 来控制电灯，甚至控制冷气，还有控制电视等等的。好，那这个东西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来介绍它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，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是宇，我们下次见咯。